是 Sofia， 我是在一间 electrical 公司做 admin， and then 我有两个儿子。我要开始这个事业是因为我想帮助我儿子在学业上可以进步，然后我还要再增加一点收入。我喜欢 Krystle and Sean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 leader， 然后我想跟他们学习，像他们一样的成功。我希望加入这个行业，我可以能够再多十多年就可以退休了。勇敢迈出第一步，加入我们的团队。